姓杨的，你这猪狗不如的淫徒！你不许伤我爹爹！你让开！今天我要替你娘报仇雪恨！你真的要为我娘报仇雪恨吗？这是我多年来的心愿。好，你就去杀了他！姓张的。 我和你无冤无仇，不想伤你。可是我和杨潇仇深似海，你让开！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我不容任何人杀明教一人。那我只有先杀你，再杀杨潇。你当真不让？不能让。 随时会死，在阴流树面前可以坦然相告。你真是无忌，你是无忌，大师哥是无忌啊，是吴师哥的儿子张无忌啊，无忌，大伯，其实说，我，无忌，你早就知道他是张无忌。 张无忌，难怪觉得他的神态如此眼熟。无忌，姓杨的，你这猪狗不如的淫徒！你不许伤我爹爹！你让开！今天我要替你娘报仇雪恨！你真的要为我娘报仇雪恨吗？这是我多年来的心愿。好，你就去杀了他！ 杀了这个老贼泥！他是你娘的师傅。我娘就是被这老贼泥硬着打死的。壬午年的七月十九，我永远记得那天，在蝴蝶谷，那老贼泥逼娘来杀我爹爹。娘不肯，老贼泥就将我娘打死了。这是无忌哥哥亲眼看见的。你要是不信，你为什么不去问问那个老贼泥呢？ 师太，他说，姬姑娘是不错。我灭绝一向明人不做暗事，姬萧府不顾廉耻，与杨潇偷情生子，这已经是违背师门。他不遵师命，还不愿去刺杀杨潇这个淫徒恶贼，这等的孽徒留在世上又何用啊？ 银六侠为了顾全你的颜面，我一片好心，始终隐忍不言。这等无情无耻的女子，你何必念念不忘于她呢？不，不，我不信，我不信小福会对我寡情无义。你问问这女孩子，她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杨不悔，我娘说了。 这件事情他永远也不会后悔。不，不会的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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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不！你们两个快去看看。是。 一场好戏。 竟然让张无忌给破坏，听着，对方人多，你不会调动地方兵力啊？他们人多，我们就比他们多十倍，多百倍。芷若。
我们走。阿弥陀佛。七叔，恕侄儿先前无礼。不妨，不妨。师公老人家附体安康。啊，师父很好。闭关前，他老人家总惦记着你，没事就聊起独自一人带着你往少林为你医治玄冥神掌阴毒的往事。哎呀，这一晃啊，都快十年了。无忌，你看，你都长这么大了啊！你拥有这么高的武功。无忌啊，想必你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吧。师伯，我外孙，外孙啊，外公，外孙，我的好外孙，原来单打独挑，威震六大门派的少年英才，是我应天正的外孙呐、啊！外公，无忌，无忌给您磕头了。好，素素生了个好儿子。外公，英王，你自立门户原可不必理会明教，但你依然为护教舍身立薄，这番大情大义宋某佩服。无忌啊，你可以下山吗？我……哎，赵公子，赵公子，无忌伤重，恐无法远行。那好吧，等痊愈之后，定要回武当一趟，也好让你师公见见你啊，叫他老人家高兴高兴啊。我会回去的，我也想师公。我会回武当的。快把我元真师兄的法体交出来，不然我一把大火烧得你们个个尸骨全无。哎哎哎哎，你发什么癫呢？你这是笑话吗？你这活土贼我们都不要，要元真那死和尚干什么？你原因，我们一直都在此处，并未见魔教人来过此地，也绝不可能有人在我们眼下带走元真。可是元真师兄的法体确实不见了。只有一个解释，怕是其他门派收取本门死者尸身之时误收了去。张施主，大师，别忘了你我之约呀。若得空，小可定当登寺拜访。阿弥陀佛，老衲要回少林了。无忌啊，今日一战你名扬天下，对明教更是恩重如山，盼你以后多多规劝引导，使明教改邪归正，少做坏事。据侄儿所知，其实明教……侄儿尊奉大伯教诲，自当全力而为。那好，我们也该告辞了。记着，商议好啊，就马上回来啊。知道了。告辞了。明教弟子听令。无忌，赵公子，赵公子。